59岁的艺人罗家良近年在内地发展不错，但是 Loga 早前在内地出席商演的时候眼袋非常深，鼻子有点老态，网友还留言说当年的男神崩坏了，而 Loga 看来都没有理网友的反应。近日他连续拍摄两条短片，一条影片是穿着皮褛，他写话有点男团出道的感觉，但网友就写穿皮衣显老，老了不服不得，没有当年的气质了。另一条影片就是穿上有型的西装，但因为近距离拍摄 Loga 颈纹尽现，网友又再一次批评真是敌不过岁月的洗礼。